사고좀해서좀좋아하는하지만그이이게굉장히공간질안거기를서사요그이제야세야예고다는지구가신그주변인구요인간과인간이요여기만의허리공비요이래지금기로이거왜냐면꼭지기를서사기요사실지금다시관사이래서사이나야세요이거가빠이인구야야요지금기를안거나보다깨는것깨는것요在人家管理卖火这里有水这里水灾是有点水灾用药啊不只要人家按摩那个话他不知道说要讲说那每一摩爱就求签了这里求签母地啊他说那他说他说那你要去爱家里那些艺术物嘛我来爱化工经验不但爱化啊但是不是爱啊，无干那是赢金嘛，后壁咱只一唔就换，反正只每一个人十二生肖是每场都拢会变大嘞。哦，十二生肖算是，但是咱若是强算，即个会平安，即个就相安全。就是或者是主人家己去定，因为伊什么生肖，啊伊会什么风向，三合，安尼才会变大才有利。啊，无你叫伊个天高就落伊做断流算，伊去内底皆拢会平安。才开业几年，一个做半年嘞。哦，即我建议两点啊，各位哦，还是我这么些时间哦，谢谢。来第三位哈、哦，我两个建议哦，头一个就是这个拆迁复杂的迄个起算日期哦，一万定在我你有七十岁以后。啊，好像地主叫充分应变时间。第二，就是这个我们营建署的迄个网站哦，讲这个咱相关的资料讲有无？我个网站查到过了，迄款资料正无详细啊。啊，比如讲啊，咱南京路要拓宽，这五十米，啊，五十米是中心点里头要向两边，一边要拆，有可能拆偌济？啊，我看无，啊，尤其是。都有这个边仔遐迄个地图吼，希望把遐地图迄、那个比较细部的，会用看较清楚的，迄、那个在网站发布。啊，更加也希望吼，会用建立这个资料来网站，用这个地图就会再查到。啊，看有可能不能跳啊，跳啊会好多。哦，以上建议。好，如家吼，咱三位吼，包括高里长吼，伊所提出来建议吼，高里长你这个部分吼，我想我因为我们查过到他吼，我系等下详细查看卖吼，啊，再要头进行，我嘛唔敢随便甲你回答，因为安尼容易有误会吼，啊，研究无成熟，即卖甲你讲，甲将来结果无共款吼，你个动作我咧甲你敷衍，甲你骗吼，安尼唔好啦。我提两个研究，我带你提两个研究看嘛，吼、哦，我能用书面来答复你，啊，到时再拜托你转到你的里面，好、哦，好、哦，这第一项，哈、哦，第二要第二你这个民众，哈、哦，这个拆迁户安置预定地，你创造是预定地嘛，哈、哦，这个所在，哈、哦，可能拄只高面上看老嘛，高看细，哈、哦，那个位置就是卖台北湾的好地方，哈、哦，啊，面对新民街，哈、哦，所以就是那个新丰丰，哈、哦，那个边啊附近遐，哈、哦。迄、那个地点吼，嗯，较早我实在是唔知影往届用水啦吼，但是目前这几年吼，因为所有的水路吼，在过去在开发的时候吼，已经拢更加拢整理过啊吼，啊，包括部分的公司田区嘛，全部拢都拢整理过啊吼，这几年是唔捌停咧用水啦吼，哎。好，民国五十一年用水的吼。哦，五十年前哈，好、哦，好、哦，希望谢谢啊，我们都先去评估这些资讯哈。啊，这问题注意，这问题注意哈、哦，应该也是会淹埋得掉啦，啊，这几年拢水路拢整理过啊哈。啊，另外哈、哦，这个收押金的代志哈，这些是也不得已啦。你记得咱较早迄个国家新都民企安置住宅，分起六百平方，六百平方是当时登记讲伊要买啦，就是636。结果市场来买吼，110几位而已，啊，啊，当
当然无你较饲迄个地量很好，啊无你较饲迄个迄厝的品质无好，啊无咱厝卖伤贵吼，啊是讲都计较侪年纪人，为人都无爱用租厝，已经拢买厝落去啊，所以翻头就无来买啊吼，原因真多啦吼。啊，阮即摆意思唔是讲吼，甲你收押金就是钱，甲你指定你不多钱就是多钱，唔是安尼吼。我是土地开放出来，开放出来了后，你算，你感觉介意一间？啊，若是同时有三个人，啊，应该讲先抽头啊，头发你先算的人，想先算，吼，啊，你想要来抽到第一号，讲着所有从开放出来，你去叫嘛，叫你介意去叫，吼，啊，你着上去叫嘛。啊，万一人吼，像讲拢总六百户是安置住宅，啊，你拖啊开始我住来六百户，啊，人别人拢经了就剩的话，啊，迄个时候可能你会较吃亏啦。啊，但是迄个是讲你填拖啊的顺序吼的问题啦，吼啊，但是比阮平常讲吼，首先收一点点，比如讲一成接一成吼，上侪是安尼啦，可能是一成嘛。但系啊，万一叫你提钱出来，可以冲嘿嘿，是吼。啊，抽头啊，迄是必要，如果无法度啦，家己嘛是要先算哦，迄个物件当作要嘛是要先算哦，所以，但是我知你的意思哦，我就是来以这个方法来做哦，会当上太方便哦，啊会当上，啊比如讲哦，大家每家每家一出来哦，每家每家来进行这种，先来先。看你不好凑巧。啊，另外就是讲吼，即个去那边一下帮我拍一些补偿，就协议加这个日期吼，可能明仔日四月一号以后。我想这个时间吼，就是个人的期望不大啦吼，啊，应该是会落在明年，应该会落在明年，但是是先就点下来明年四月一号以后，这个我想讲嘛，但是一定会在明年之后。因为现在进行嘛，外来做开发之前计划，外来做管理，都市计划嘛，国家公共建设，它分重点工作，包括以后的水土保持计划、山坡地的解约，这些是咱们未来注意嘛。啊，来，你必须要了解半年、一年、几年以来啊，所有的全部进行时间来注意。所以将来协议哈，协议时间哈，我那时候也会想到，可能提早两个月。啊，你若是讲牵涉到牵涉到口号、观念、观念，啊，啊，那个搞出来就完蛋了，那你太模糊了，这，你有看这个时间，看这个时间，是吧？啊，你先加报资料就行了。啊，另外呢，这个网站资料我们都无报上来嘛，这问题来去改写嘛，问题来改写嘛。啊，这个另外我来报告的时候嘛，这个淡季部门哈。深灰大土是他们第一国小以北这一段哈，没有要拓宽到五十米哈，没有一公里五米哈，没有要拓宽到五十米哈，所以这一条路，它中心线蛮宽的，就最多应该会看你目前道路的现况，道路的现况，路的左侧的道路用地虽然还没有开，没有公路局还没有开，但是有一种状态，但是温度很低，让你接近。所以路的左侧还没有开，还没有变成道路的那个部分，会拿起来转售，就拿这个叠加连接进去线啊。路的右侧没有在行驶证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整条路要过行驶证啊。而且你要查 LUP 号就能够查这个在网站上查啊，这就很简单。目前我们的网站上没有这一样的功能。但是你也是需要哈，这种也得有，不是三年未来还在，大年未来还在哈，不是看关于建筑，而是看你某些红星顾问公司哈，你们给他等也不会给他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网站上现在没有开放这个功能了哈，这是现在不开始。好，那以上是比较差的哈，点数哈，而且一点哈，我直接要回答哈，啊，所以说他们差很多。第二位，来点心哈，第三位，你稍等点哈，第三，一二三哈，好，咱这位先哈。大家好哈，这个问题就是说，后被保留的地区哈，要缴交差额地价，它的差额地价是什么地址？是市价、征收的市价，还是那个公告地价？然后缴交。
喂，创意玩，我们有看照片，大家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跟淡水甲台北的交通啊，这个价是五折，不到一点五折。我要问你一下，是前合并还是后并？公交方位前合并有一项什么问题？所以建议啊，就是建部啊，不亏钱快速度。因为每一个乡镇，过去在台湾每一个乡镇都有一条快速路，所以现在淡水必须要开一条快速路，才不会交通堵塞，好、哦，将来才对淡水地区会啊，因为现在没有快速路不好。第二问题就是我们的土地有五十年的时间都种植植物。那这个竹篮都很大，树木都很大，树也长了有五十年，那有没有工厂？有的，因为工厂啊、住家都有工厂，那竹篮。